卡 Q 了没有？没卡 Q。还行啊，打到我骸骨上了，不过他带的也是骸骨，他 Q 比我快，别跟他贴脸。嗯，吃不了两级了，换个闪。他一毫不了，不用怕，这个时候不能手手稳就完蛋。一技能好的没那么快的。搞花的。差不多，走吧。这是 W 啊，对，我说的是 W，W 说错了。这是 W 没那么快好的。差个 1.5 秒吧，最后的一瞬间。不好，自己都打，不着急。你想对抗我？来，我让你见识地狱。还不错，那就没办法躲他的 E， 不然我还不也破了，不就躲他的三个 Q 应该说吧。没事，我让他炮车搂了，要 EW 了，可能。嗯，你在干嘛？不是你等我，或者说平 A 起手 ，EQ 逃跑。你的思路太乱，这有闪有 EQ 能死的，为什么要 EQ 进防御塔里面？这波你的 gank 思路不是很好。看到了他走不动路了嘛，嗯，你看又急啊，不能急呀、啊！来、啊，你有危险啊、哦！看到了吧？瑞文到了，这死不了吧？
他要上线了，那么我们要干什么？拦截他。那么哪里拦截？这里给个眼，把我们到这个位置，一般是从这里搬过来的。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干扰他上线，而不是打死他，除非他从这边走。还行，这样至少让他少补了两三个刀啊，因为他要绕路嘛。保持一个满血，直接吃药。踩上剑气直接 A， 我炮射也没补到，这他妈好难受啊！怎么他等级跟我一样啊？不是，我不是单杀多单杀他一波吗？不对，多杀他一波，等级好像是一样的，血量差不多。亏了，被多 A 了一下。我骸骨也好，他骸骨也好。这哥们对我有想法，想动手。我先动手。Q 闪三段，接剑气，接点燃，接拉回的伤害。没事吧，黄子哥？全都要，全都要。到这里回去，他不会知道我在这里回城的。他一定探这个塔，然后探这个塔。买买不行。分天 W 不交闪、没必要强行打断他，杀不掉。这一刀一下就感觉炮车又没了，还好我忍住了。卖下血啊！一人一个啊，别 K 头。来，你吃一个，快点啊，快点、人要跑了，他真跑了。吃嘛，这有啥不好，不好吃的。不是，我都点烂了还不吃啊。
烫不死吧，出了冰杖不是面具。哇，这个 AOE。不放技能啊，直接 A， 切换暗翼剑圣形态。开大家将近七十点攻击力，这大招本来就加攻击力，跟瑞文一样。没问题的啊，不着急。我操！把我的皇子给干掉了。跑哪去了？我将让这些凡人变得和我一样。没阴呢，不太好惹啊，别惹他。为沉默打断我吧，没有钱。该买个那个的，不买这个，买错了。这好像要出事。
还以为对面会放，这也接。跑得可真快，这个沉默真该死。这是我给凡人的，等一下别着急，还能打。别急，咱追，吸口血。啥皮肤啊？狂鲨啊，鲨鱼皮肤啊。哦，来活了，你还有我，来让我看看。哎，失误了。我得走了，别被一个大招甩死了。剑魔刷野教学吗？我还好还好。来，让我看看。用药往你吃了，哎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，药往你吃了，兄弟。
要么是打不开，被沉默了啦。留着下一局喝，那不是没死吗？死了那有问题，没死就没问题呀。啊啊！